家分享一下，非常好听，怀念又怀念，可能我阿妈时代的歌，叫做《宝藏姑娘》。来，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，谢谢，非常好听哦，谢老师出场。三姑娘，你结完是吧？啊，日头暗啦，你哪有看那布毯啦？嗨，煞袂晓用拢的啊！哦，你遐能够摸哦？你知哦，人要我老公的。你无我的缘哦，迄布毯姑娘，底下本一个笑一个，本一个笑一个，水啊水当当哦，哎呀水啊水当当。人阮欢喜，你的人做着阮恶丧。哎呀，七哥兄，通坐眠梦哦，阮无想要做爱。也无安尼，通对阮来喜人，哎呀，对阮痴情无采甲。你若嫁着我阮翁哦，啊，咱斗阵来布摊会足轻松。你若抽，啊我就插；你抽，我就插。比你唱歌较轻松，你敢知？无试过，要哪会知？我这唔相信嘞，人阮要来转啊啦！再见，拜拜，撒尤那嘛。我的心乱哦，迄布毯姑娘，小等一下好无？等一下好无？卖呀卖挑人，哎呦卖呀卖挑人，人阮将。哎呀，七哥兄，心肝抓好掉，你烦恼要从啥？你若爱阮，就打拼。哎呀，有缘自然过亲情。台湾的歌呢，我也没有听过，很好听的，布袋歌娘，你敢管？我有个疑问呢，那口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说的是对，我想说都在人这么开放，你想也知道这是老师写的，我以为伊偌欢喜的吼，害我讲到这歹势。我听到广告拍死，哈，我在，啊，我唱到这拍死，啊，应该做心虚的。我拢听到一个唱到一个跳，我想自己唱不完。爆炸！哈哈，今天晚上好，非常谢谢各位乡亲哈，莅临我们吃饭哦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大家拢看看这样子哦。今天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光临。谢谢，谢谢郭老师、郭一楠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。